主料：羊肉50克，火腿50克，青菜50克，鸡蛋一个。辅料：料酒、盐、味精、胡椒粉、水淀粉、香油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盖沸下开水，微波炉高火3分钟后取出，洗净撕碎待用。青菜切末，火腿切末，淀粉加水调成酱汁待用，鸡蛋打成蛋液待用。锅内注入高汤清水，放进撕碎的干贝，加入盐、味精、胡椒粉等调料，烧开，用水淀粉勾芡，下菜末和火腿末，关火，慢慢淋入蛋液，起锅滴香油。烹饪技巧：一定要关火再淋蛋液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